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的指数啊，大涨将近200点。吴老师，他早盘还在杀呢、欸，为什么你前面这几天每天都叫我买股票？哎呀，你也没完，你的股票就全部喷爆了，不能太夸张了吧？老师，今天个涨停板啊，第几支啊？惊死人！哎、欸，我讲过的股票，我跟你分享的股票，哪一只没有喷住，早就喷爆了，对不对？这也太扯了吧！有个当然只有丢金了啦，是啊，那外当这列哥说啊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，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。我讲一只你不知道的啦，你有来的都知道，一马涨停板。对了，杜老师好扯哦，又开喷了，妖股又来了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你哪不买到这支的，你哪没虎？杜老师啊，我现在要买什么？来不及怎么办？已经标了怎么办？就买这支啊！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，我老师有问，太扯了吧？哪有那种所有股票全部喷出的啦？还真正会惊死人，你敢不知道？我真的好恐怖哦，吓死人了，对不对？我讲过了哈，只要买对股票，你就不用担心行情震荡。我怎么在你还得想？老师好恐怖，吓死了！最近行情不好哎、欸，台北股市没有大涨哎、欸，跌的比较多呢、欸。来，我上礼拜跟你讲什么？你看到这种啊，三压造顶啊 ，KD 死亡交叉，我买，以巴冲突我买，没有在大暴跌，我怎么捡便宜？第三季你会有很多的机会，所以我要买股票啊，我要买什么股票你知道吗？我再讲一遍啊哈，第三季只要整理的够久，未来的行情就会越大，所以他只要敢大跌，我就带你买。今天早上我老师，哎呀，这行情快挂了哦！从跌76点到最后涨181点，今天250点呐、啊！你敢不敢买？吴老师，你想哪？你要叫我买？想哪？要叫我买？想哪？要叫我买？我有想老师，我找来股票，我那重点是买什么股票，对不对？我在强调，你要买对哦，买对什么都不用怕。啊，什么叫买对？老师，你是买啥？你们买什么啦？现在我们公开在短线尾，为什么我可以当你的靠山？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呢、啊？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我有没有承诺？我有没有答应？我说要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，我怎么做？还在跟你讲300年前的历史故事吗？公开有录音吗？对不对？我没事啊，老师重点是你没事啊，你没事啊，我没这啦。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，你敢不知为什么我请你来买这支股票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今天来才有，你明天来就没有了。不是我小气哦，不要股票开始飙了，不能变标股。老师可不可以买？你不拜托的，人拢标价安尼惊死人。你爱我问我可不可以买？你说可不可以买嘛？我不是现在叫你买，你买不到你根本就买不到，怎么办？买这一支啦，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，今天来的都有，而且重点是我要重压，我们要重压啊！转播涨停板不是变那啊？太扯了吧！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没有日期，保证是假的。进轮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。你看看诶，我就买这啦，我老师这真正在买嘛？这最近没行情来，你再看哦，你又讲老师，哎呀，没有行情啦，行情不好啦，上礼拜我带欢乐当欢乐赛对不对？今礼拜又欢乐，哎呀，没行情，我买这啦，我买这啦，加买就赚啦。礼拜是亮灯涨停板，礼拜五拉回来，老师一日行情啦，你的股也不怎么样，台北股市跌，你也跟着跌啦。哦，不用卖啦，续报就好啦，好不好？礼拜一亮灯涨停板，礼拜二亮灯涨停板，今天礼拜三亮灯涨停板，大家又赚到手抽筋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太扯了啦！老师有个他就丢进来，个他个老爷在冰冰转，要冰过来冰过去，老师怎么赚这么多啦？吓死人了，对不对？干么行情？你大家那个没行情啦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第三季？第三季的行情会怎么走？有没有人不知道？你都知道嘛？我说第三季要整理嘛，
台北股市要爆跌之前，我有先预告，因为要先下后上嘛。那第三季要修正，要调整嘛，对不对？跌的比我预期还多，那但已经跌完了吧，所以才会有这一段嘛。那现在来到这里，好，跌过头，它已经修正下来了，跌过头的股线部分我还给你，所以大概在这里嘛。那接下来就继续整理而已嘛，这没什么好研究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是你买什么股票。我没下面股票老师你给我的股票真的太恐怖了，拿到赚到啊，赚到什么？赚到哪里？赚到手抽筋了啦，不然老师叫啦，好啦，股票在那补的，吓死我了，这太恐怖了吧。欸，这边股票不？当然可以啊，我老师为什么要买股票？为什么要叫你买股票？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你如果没有买到怎么办？好，是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，不是没有买到，是如果你还没有来的怎么办？老师，我今晚这边变一变啦，那你可以买这一支隐藏版的标股三，来电就送，是的啦，可以啦哈，现今天啦，啊，这个他们通通都涨停板了嘛，不用再研究了嘛，研究那个没有意义嘛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强调一遍，指数整理你不用担心，整理越久后面行情越大，那这过程当中就是只要大跌就是给你机会上车。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买股票？你以为神经病啊老师啊，哎呀，山压造顶啊，有没有直接跟你说我要买啦，直接跟你说我要买啦，就参照八月五号台股暴跌1800点，我要卖啦，我没有你看啦。所以我一直强调一遍，你要去检视手上的股票，不行就要换嘛。你去问你换的结果是什么？所以我会建议你，你还没赚钱的，你如果对你的股票现在手上抱的股票没有信心的，麻烦你换到会让你有信心的股票上面。难道你不知道买什么吗？这是今天的新闻，哇，中小型的开 party 耶，开 party 耶，你都知道什么会飙啦，这我都不用再解释了啦，因为你都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尤其这种便宜低价的更好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只有先预告没有不知道？我让你先知道，对不对？我老师有影吗？这我有扁大讲啊，对吧？老师，你之前讲最多的，每天在讲的东西嘛，一个1540上市一档，上柜一档，没有了，没了。这个族群上市就是15开头的，上柜就是45开头的啦。那你各挑一档就好了啦。我先买上市的，再买上柜的，可以吗？哎，老师，上市的这涨快50%的，台股暴跌涨快50%呢。我现在没有叫你去追啦齁，对不对老师啊？为什么不能追？因为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啦，你没有跟上没关系，你买这一只就算台股崩盘它也要发大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大喷你都知道。嘿，我的妈去，太扯了啦，为什么叫咸鱼大翻身？我不想解释齁，我也不想一张一张翻齁，这样有没有看得出来吗？这个叫做咸鱼大翻身，3000年来都没有动的股票。哎，我们给你的股票长什么样子？为什么只有先预告没有不知道？为什么你都知道？然后呢，大家在竞相报道，开始个亚优对白。哎呦，这个股票好会飙，阿雄介绍的股票足恐怖，足厉害的呀。Number one。我就锁定这两档股票，我也只分享这两档股票而已。这个族群就都能给你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老师，那在飙翻天怎么办？那老师飙成这个样子，吓死人了！你给我摊开就丢给他嘞，我等下趴下，还要抓飘过来的，怎么变过来变过去嘛？老师，他就准备呢。哎，我有叫你去追吗？我没有叫你去追哦，我叫你买什么？我叫你买隐藏版的神秘标股，看起来藏起来，没有人知道的。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，慢谈哦，进来。我真的，我也懒得翻啦，对不对？再翻也没什么意义啦，有没有？
哎呦，那股票那有人安尼啦，那不标价那吓死人啦！所以我怎么为什么我有什么我每天跟你我每天都跟你讲这个嘛，每天讲的嘛，为什么躺着都能赢？你只要买对股票，天下无敌，真的天下无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叫你换？你如果股票没有办法这么飙，你就赶快换啊！要换谁的股票嘛？你想嘛？你用卡塔乌想一下嘛？对不对？可不可以？因为我只买最会喷的啦。什么叫最会喷？崔老师，什么叫最会喷啊？你有看过人家股票每天飙呀？我老是金金变变狗。哎，我还是看好哦。老师最近震荡哦，稍微大一点点，没赢起来吗？啊，我就买这啊。不要买什么啦，啊，你标就标到这样吓死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已经标成这个样子，你还要我讲什么嘛？还有什么好分析的嘛？谷底的啦，几千年来都没有动的啦，哦，就讲的有点比较夸张，对不对？过去四年都没涨，啊，过去四年台北股市标到哪里去了？对吧？哦，是从一万，从几千点标到几万点呢？从几就把八九千点飙到一万点，一万点飙到两万，两万飙到现在两万两千多点了。哎呦，老师，哎呀，细腻啦，要默契啦。隐藏版的神秘标股打卖，有个汤阿秋丢金啊啦。老师，我唔敢买面啦。你喂，老师，啊，你不是讲要我用最短的时间，我赚最多倍的钱，啊，我唔敢买面啦。你就来买这支啦，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，接下来我们通通都要重压这支股票啦。阿武老师，为什么你要重压这支股票？为什么？我再强调一遍哈，我再讲一遍哈，我为什么要跟你推荐隐藏版的神秘标股达麦？有些股票啊，现在它虽然不是主流，可是未来哈会真的会喷出飙翻天呐。所以你要锁定股票是长什么样子，就是你要买类似这样的股票。有前景、有未来、有爆发力的，你要买对股票。什么样的股票？什么股票？我不要讲达麦了哈，你要买这种股票，你要买这支股票，来电就送。没有人知道的底部的前景一片看好。我再举个例子啦，这晋伦啦，啊，老师，你隐藏版的神秘标股飙到外太空了啦！我汤老七，我都弄汤个手丢筋啊啦！啊，我汤个老下海，我汤个皮皮抓，我怎么唔知咩呐咩呐？唔知咩呐？是咩安呐？啊，买这支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。买都丢啊！如果你还没买过真正会喷的，我从头到尾哦，我给你的、哦、都是躺在地板上的哦。哎，不求小事，什么叫做咸鱼大翻身？过来霸你没气耶？什么叫做隐藏版的神秘标股？吸你来都没气耶？不是每天跟你讲昆盈盈案啦，一字头跟你推荐的啦，我现在跟你讲这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？讲那个有用吗？对不对？隐藏版的神秘标股啊，没有人知道的，谷底的前景一片看好。哎呦嘞！哎呀，老师，哎呀，这个真正会喷，我怎么都没信心嘛？台北股市跌呢，台北股市涨，顶来摆个楼呢，我都没信心嘛呢？会当买吗？买就对啊，我买。刚刚你看过了嘛？有人股票安尼咧飙的吗？迄惊死人呢！你有来吗？没有怎么办？现在是买不到哎、欸，排队也买不到，是排队，我免排队买免啦。我讲你免排队啦，我唔是叫你去嘛去买啦，对不对？你若排队买袂到，你买一支来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。接下来我们，老师，我们是谁啊？为什么你跟我推荐的股票都可以飙成这个样子了？我们达麦隐藏版的神秘标股，哎呀，有没有啊？晋伦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。阿玛飙成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再看一下啦，阿玛吓，真的吓死人了！今天假戏阳光才爽万多张嘛，太扯了吧！阿玛老师，看他冰柜来冰柜里面了，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来了，我们，通通都要重压这支股票。
你可以跟着我一起赚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想要，只要你有来，阿雄送给你啦，一通电话就让你大赚，基本上你就是花一块钱，你连打电话都不行吗？你用家里电话打，你用手机打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啦哦。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又来了，没有人知道的底部的前景一片看好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现在跟你讲所罗门，你去叫你去买所罗门，你要吗？你有兴趣吗？你想吗？所以后面我跟你讲什么？所罗门飙翻天，我跟你讲隐憾。哦，虽然所罗门还没飙，那个时候还没飙完，我就给你推荐隐憾一字头。哎呀，隐憾还没，隐憾飙翻天，飙还没飙完，我推荐坤盈。你什么时候来，我什么时候我就给你什么时候最会喷的股票。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。我怎么帮你赚最多倍？老师，你怎么赚最多倍？让你没人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的啦。哇，老师吓死人啊，一字头飙到八字头啊，有没有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他飙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什么股票吗？老师，那所罗门下面有安欧啊安吉，你做什么会啊？做后数供的哦，啊，做啥？哎呀，吓死人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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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要死哦！哎呦哎呦哎呀，那弄安尼啦，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知道吉茂在做什么的吗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知道金城哥在做什么的吗？你都不知道呢。不用讲所罗门你那昆盈啦，这转起鸡巴转转起流拢亚优对摆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我不要讲那些过讲过去是没有意义啦。大家都不知道的，没有人知道的，你现在来通通都有，就跟我跟你讲的隐藏版的神秘标股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哎呦，喷到惊死人，救人哦！阿娘喂，他个手丢筋哦！哎，我们就买这个哎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呢。阿李老师，哎呦，哎，表哥你啊，无你去叫阿买这吗？无你买这嘛？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，晋伦。哎呦，什么了嘞？哎，个表哥你啊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赚了钱，他个要变贵了，变贵怎么样啦？接下来我给你买这一只股票，老师，我利你二一没赚到，二又没跟上，怎么办？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。没有人知道的底部的哦，重点是前景一片看好。如果不看，我会叫你买吗？我会请你来吗？对不对？来电就送，今天有来的全部都有。你看他会不会喷到疯掉？我的老师，金价也会喷到疯掉吗？你看我的外不喷疯掉，看着喷到疯掉嘛？哎呀，金价喷到疯掉了，吓死人了啦！今天锁五万多张啦，都已经几根涨停板了，还在飙。是不是表达到位去？那你看一下我们的隐藏版神秘标股，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，接下来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，今天送给大家，来电就送，有来都无，拿到赚到。你今天只要花一块钱打电话，只要打得通，跟他去哪里喽？只要打得通，只要你有来，直接送给你打电话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
鼎业投顾全新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飆股特快车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，再讲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台北股市的多头格局没有改变，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。重点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股票？当你买对股票，你还需要担心行情吗？我已经讲过几百遍，你还有啥？老师在上礼拜在大跌呢，我买给你看，直接来我买买股票，就跟这里一样嘛。谁要买股票啊？这根本没有人要买股票，没有人要买的时候，就是我要买的时候。加嘛，我想问昨天老你们股票怎么天天涨停板呢？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呐、啊！哦，你没有买到这一支的，你跟不上的，你来不及的，你后面才来的，没关系，你买这一支，我就请你买这一支。啊，反正都一样啦，我来我来就是会飙嘛，我来我来我老师的股票那里全部涨停板，吓死人啦！真的假西郎哎，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乔福哎、欸，乔福是多早之前就真正创波段新高，吓死人了。老师，为什么你推荐股票都这么会飙？我讲过了，买对股票你根本不用担心的行情，这会飙就是会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买对，什么叫买对？什么叫买对？所以什么请你来？前景一片看好了，不看好我叫你买干什么？老师买两根葱好不好？买最会喷的啦，来，什么叫做买对股票？你看我的股票多高喷，真正介绍多高喷，喷到根本惊，真正惊死人啊！连好股的拢赚到惊死人啊！哎，连能源股都飙成这个样子，哎，对不对？这是昨天的新闻啊！哇，宏德能源多好，哎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是怂恿你去买宏德能源哦，但是这可以告诉我什么？能源。除了 AI 之外，能源它也是主流。那除了 AI 能源之外，还有什么是主流？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了、啊。我要让你看到未来，老师，你怎么让我看到未来？我怎么让你看到未来？当所有人跟你讲基本面没有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经济基本太好了，所以我请你买股票，有没有？后来一个礼拜后公布营收，哇，怎么那么好啊？哇，外销订怎么那么好啊？这叫做预告啦。台北股市暴跌1800点，大家都吓到要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美国要降息，也要大选了。8月5号，我跟你讲这干什么？我看多的理由是什么？我要买股票的理由是什么？我这一天有没有讲？我有没有跟你讲？这里就是这里，这根大量跟这根大量一模一样。哎，你会觉得我是多头死多头嘛？对不对？台北股市要暴跌之前，我说台北股市要进入阶段性调整，要休息了。我要告诉你要先下后上。阿龙跟我讨钱的呢，那为什么现在要买股票？因为它已经修正过了嘛。那跌过头的部分它也要回来了嘛。所以说基本上这些这里跟这里都是超跌跟超涨，接下来就是整理，就是第三季本来要走的趋势，对不对？你整理的越久，后面行情就越大。我之前讲过了，那为什么要买股票？9月降息一码降定了哦，这我没时间解释了哦，这个有时间我明天再讲。反正你就是要买股票，要买就要买全市场最标的股票，好不好？那么老师，那要买什么股票？隐藏版的神秘标股3。现在接下来我们通通都要重压这一支股票，隐藏版的神秘标股3，因为没有人知道的。我你管什么时候就没有人知道了？这不全市场都知道，我来赢了，哇，好会标，标好几倍了呢，大家都不知道的。我在操作隐岸的时候，我在买隐岸的时候，没有人要鸟我。老师，上面我很急的，没有错吧？是不是呢？一字头的隐岸，
后面一字头的坤盈，二字头的坤盈，三字头的所罗门，分别都飙了三倍到两倍、三倍、四倍。我也吓死人，真正吓死人呢！我老师，嘿，大家都唔知呀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！现在我要给你的，没有人知道的。老师，你可以讲近一点吗？讲啊近的嘛，没有人知道的，打麦。你等一下，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在飙什么。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二，没有人知道的，现在天天涨停板，你现在买不到哈，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呐、啊。后面是狂飙嘛，前面跟你讲的锁螺三字头的锁螺，后面是狂飙嘛，一字头的坤盈，二字头的坤盈，后面是狂飙嘛，一字头的隐藏，后面是狂飙嘛，接下来底部的没有人知道的隐藏版的神秘标股三。只有今天直接送给各位，你可以跟着我一起赚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想要，你有来今天转播送给你一通电话，只要花一块钱直接送给各位，来有来的屋来电就送，拿到赚到，下一支最会喷的股票，今天直接送给各位，电话开通，直接送给你打电话，祝各位收视率，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